你要不要？他说我们应该要用一确分来衡量。对，应该在这里啊。好，那么他们的声音呢，就会透过我们听到自然的传播。好，据他们的这个跟小安口述来说啊，其实呢，在这个坑道里面表演，呈现音色的效果比国家歌，比国家歌剧群还要更好。鸟雄之，哎，没错，好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。